哎，我这个小白眼走起来了，我吃醋了，根本我就扛受不了。回家有期待的感觉，真好。我觉得程程后面估计要发功了。你只这样做什么？金融，马老板。我就知道在深圳肯定会有一个做金融的。不然就有点不太符合这个城市的特质，尤其是潮州的做金融更多。多多多还是多？做牛肉丸也很多。好可爱。还没有点不太一样。像里面有。他的点永远在吃上面。我家里有两袋，就是特别好吃的牛肉丸，硕鹏去汕头带给我。拿来我们帮你尝一下，正不正宗？好。还没有猜我们两个吧？尽管猜不到我们两个吧，我觉得。你很明显。啊，有吗？你很明显。你是今天也是今天刚到？对啊，你要猜我干嘛呢？你刚刚不是说零零后在上学吗？深大。等一下，你是觉得我没有耳朵是吗？对。你觉得我是马老师对吗？ 我在给你捧梗，特别好，自己出卖了自己还不知道，还在帮人数钱。哎呦，橙子感觉到了。其实我们要说，大熊，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晚上其实是去看了他的演出。哦，开始穿帮了，谢谢。 我们去厨房搬桌子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厨房。我跟你说，我踏进去一步，我们超市一个人。哎呀，那个小妹妹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们三个哥哥一天请你一顿。回家了都。哎，哦，哎呀，反击了，反击了。前面挑，随便挑，对，哥哥的请你，深圳的高档美食，包括地道小吃，你就说我们带你去吃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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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小白眼走起来了，我。回家有期待的感觉真好，记得早点休息。那行，那就算了，稳了，就这意思，表示一下了。对。 而且还说的这话，他之前说的话都没有这么露骨过。对，他现在知道自己的心了。哦，有人期待回家。我们心里也有。哎，看到你喝了那么多杯茶，莫名的很开心，记得早点休息哟。喝了这么多茶，晚上咋睡呀？对啊，那能早点休息吗？主要是因为喝了他泡的茶，就接受了我那么多的心意。 那他们也是双箭头了，可以可以，他俩大气不倒。嗯？你按了门铃就可以进来了。我不知道，刚下课。笑什么？现在才下课。读书人。 有热水哦。好。 他们人呢？好像再也没什么东西。我不，有点饿，那就出去吃东西啊！这里好像也没什么东西。我不，骗子！哎呦，强子回来了，我去吧。你都躺下了？没有。
你是我也是，你不是我也不是。你太过分了吧，你这个人。他这里的好像是小只。你要什么味道的？草莓，你要吗？是芝士吧。你就是想吃，找个人跟你一起。我们学校那儿有一家面馆的牛肉丸贼好吃，一般饿了单点牛肉丸跟鲜牛肉。讲的都是我感觉以前的回忆。这是谢谢，这是以前的回忆吗？我觉得贼好吃。小马在干嘛？不吃吗？不吃了。一起吃啊。不吃了不吃了，吃你们吃。吃醋了？吃醋了，有点小扁嘴的样子哈。走，过去看看他们在干嘛。你今天这一身小暗黑好好看，是吧？对的，终于有人发现了。哎，终于有人发现了。哎呦，对，怎么是你发现的？不应该啊。Hello， 你们去买了什么？我们去买了。走开耶！哦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撞到一。萧红也蛮喜欢他，一直站在跟他一起的地方。张口打人。俩人最开始都在那边，他刻意的去保持距离。哎，马董，走开一下。你吃饭了吗？全子肯定吃醋了。全子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。吃了。吃了。你剪头发了？啊，坐下。哎，被你发现了，可以啊。观察力，我可是观察得很仔细的。哦，点它。Everything is under my， 还是不要说 under my control， 根本我就 control 不了。我要 control 你呀！陈子其实每句话都有意思的。还是不要说 under my control， 根本我就 control 不了。这里。最晚可以多玩起来，你都随便你。最晚可以多玩，随便你。我建议你不要太晚。你好意思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？开心了？这个健身餐很眼熟。对啊，我也吃过。我没吃过。万变不离其宗。我经常点这种，点了之后只吃里面的肉，然后把菜只吃上两，吃两颗菜，剩下菜都留着。感觉到了，你什么游戏都打吗？以前对，基本上。马董老老实实陪程程坐那边了。你不喜欢打游戏是吧？我什么游戏都不玩。不玩？我真的一个游戏都不玩。是不感兴趣还是说是没天赋？不是，就是我没天赋，我就玩游戏体验感很差。我最在之前的时候玩过那种什么泡泡糖啊，就是那个好老的游戏了，然后放个炸弹炸开那种的，然后泡泡糖还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玩的。然后还玩过对，玩过那个什么劲舞团。You're a little bit bored。 能给你刷礼物的那种？不是。你怎么天天就是不是买 QQ 秀就是什么？你家给橙子送了一发火箭秀。真的是。哎，怎么回事小孔心想。那就是他发现马董跟对，这就太明显了。哎呦，我觉得程程后面估计要发功了。嗯，马董好好的啊。耶嘿，不早睡就是领取不到今日份的美梦咯，记得早点休息。